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区块现在的人物放大镜。我们今天很高兴呢，在 Token 2049来到了 Solana 的 Breakpoint， 遇到了这个 Solana 的公仆啊、这个或者公务员啊、这服务 Solana 公民的 Lily。然后，那我们让 Lily 来跟观众 say hi。大家好，我是 Lily。也是公务员我是 Lily 公务员 Solana 的公务员 OK 好那 Lily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Breakpoint 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My God 这个活动做的就像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 side event 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很大的活动你们未来是要把它发展成什么样子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第四次的 breakpoint、yeah. 但是我们第一次来亚洲、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breakpoint 今年有6000个参与者、那去年和前几年是2500到3000个是、那么我们就是一直非常就是每年是非常注重我们 breakpoint 是我们的一个每年的一个亮点是那未来会不会也在亚洲办更多场呢其实我们明天会宣布我们明年的一个地点那我就先说一下 Alpha 吧、我们明年是放在 Abu Dhabi、在中东、那么我们今年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亚洲也是因为我个人一直非常非常、注重我们亚洲的一个发展那么我和Akshay 现在是我们的Chief Marketing Officer Non-Chief Marketing Officer、以前、帮我们成立这个 Super Team 那么、他是印度人那我是美籍华人是、那么我们3年前开始、做 Solana、的时候我们就认为 Solana 在亚洲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是那过去3年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亚洲各地的一个社区原来是从印度开始然后第二个就是支持东南亚越南新加坡印尼现在泰国也马来西亚是开始有团队那么2023年初的时候华语区有更多的一些实力是那我这个人花了很多时间这我们建立好我们 Solana 华语区的一个团队华语区的一个社区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2024年就准备可以在亚洲开一个 breakpoint 是那么我和 Akshay 也非常高兴这个是我们到现在的最大的对最成功的一个、非常厉害那我们今天开幕的时候也指出来几个数据就是代表亚洲对区块链是多有实力多重要的一个区域一个是说我们用户40%是来自亚洲那我们的开发者就是看我们上一个 hackathon 有50%的开发者是来自亚洲最后是说我们的总体的一个交易流量那当然亚洲是主要的一个来源是70%以上是那我们这次在活动的时候看到非常丰富的这个参与方项目方有几个是你可以讲一下你特别喜欢的吗那当然我们今天有 Fire Dancer 火舞的团队 Kevin Bauer 上台那每年这个就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嘛因为是我们区块链有点像传统的网络它这个这个 bandwidth 需求远远会超过 bandwidth 的一个供应是那就是说我们区块链如果是可以说是相似的一个设施我们成功的话也会面临一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区块链这个 block space 的这个需求不断的会稍微缺我们这个 block space 的一个供应是那么当然我们 Solana 从一开始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技术有推进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也会变得更快变得更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不像以太坊他们主要在依赖这个 L2 才能扩大他们总体的一个 TPS 是吗那我们这儿是依赖其他的一些研发和技术来提高我们的一个 throughput 是
那么这在最近几年主要的一个就是项目呢，就是火舞。是。嗯，我想提一下，因为你刚刚讲到 L2， 就是我认为 Solana 能这么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有很多这些 passion 的 founder， 然后很多这些 charismatic founder like Anatoly Armani， 包括你自己。然后其实很多现在 L2 有些设置于 Anon， 或是呢就算是不是 Anon 的 founder， 他也很不愿意在荧幕前面。那你怎么看这些 L2？ 会不会觉得他们其实很难存活下来？我觉得 L2 成功不成功，当然他做这个charismatic founder 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他这个 architecture 这个设计是不太合理的。像我昨天在另外一个现场上跟 Sharon Eigenlayer 的创始人 Sharon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 debate 那很好玩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一些逻辑，我认为就是 like talking out of both sides of his mouth， right？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这个Ethereum mainnet 又比较安全因为就又比较安全，然后安全是第一。但是提到 L2 的时候就说其实 L2 没有任何一个开发者或者用户觉得安全是第一，都是靠这个 throughput。 我就说那这个怎么合理，就说提到 Ethereum mainnet 的时候就说安全第一，然后提到 L2 的时候就说安全不重要。那有没有就是 consistent 的一个 is there a consistent logic here？ Right？ 这个是一点，这个逻辑就是看从哪个角度就立马变。那么另外一个看法是说一个区块链你这个 validator set， 因为 validators have to make money， right？ validators 也需要赚到钱。那有哪些交易是最有价值的？那其实这一点跟我们 web 2或者甚至 web 1的一些一个行业还是有一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支付这样的一个交易它本身没有这个 margin， right？ 因为你支付的话我付十块钱，我是希望更多是十块钱就到这它的一个 destination， right？ 但是你如果在做这个像 trading 的交易你会愿意付这个 execution priority。那么就是说跟这种 trading 的一个交易相关的动作，相关的一些就是 applications 会对我们这个链带来更多的一个价值，因为它就变成这个 validator priority fees。 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持我们整个这个从区块链 validator 这一层面的一个生态，可以支持这一层面的一个增长。那这次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如你刚刚讲到是 PayFi，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PayFi 的这个想法和未来是什么样？是 PayFi， 我们今年四月的时候开始聊那么 PayFi 我认为就是Bitcoin 原来给我们这个 programmable money 的一个愿景，那就是说如果有这个kind of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就是说在任何地方可以连上网就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账户，是通过这个 self custody 就可以得到所谓的一个银行账户那么然后在家的话因为带这个智能合约，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银行网上的银行账户加上这个智能合约，就可以做成一个 programmable money， right？ 但是到目前为止，过去十五年好像这个行业还没有做出来。那么我认为现在只有 Solana 可以把这真正推进这个行业，真正把这个不只是 payments 但是这个 programmable money， 我们叫做 PayFi 做出来。那 PayFi 是什么呢？理论上就是说把支付、把存款和投资这原来是三个分开的行业，就可以合并在一起。
那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buy now pay never、yeah. 那我们都习惯也可能用过一个 pay now buy now pay later 的一个产品，那是一个 web2 可能 fintech 这发明的一个产品但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financial transaction 在web3只有在 web3 上可以做的，是比方说你买一杯咖啡五块钱，那么你不是现在付这个五块钱，而是你把比方说五十块钱只是存到一个 land borrow 上，那这样你用这个赚到的一个利息来还这个五块钱，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 mechanism。 然后如果你这换一下这个资产，比方说我拿我这个Solana、yeah. 然后我在 staking 的时候，那我可以拿这个 staking component 然后用这个来还款，那就是说我就可以分开我 principal 和我的 yield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搭建也可以创新，也可以搭建新的一些 financial primitives、wow. 嗯嗯嗯。那 PayFi 现在有哪一个项目在 Solana 做呢？帮我们带动这个赛道主要是 HUMA OK，HUMA HUMA.finance 也有另外一家叫 Polyflow那 Polyflow 的创始人他也在做 Deepin 的一个项目，那也在帮我们开通，就是说我们不同一些赛道，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这个赛道的一些事情可能不会碰到另外一个赛道的一些项目，那我觉得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然后现在最先开始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 crossover， 是说像 Deepin 一般是依赖着硬件，那这个硬件它都是它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说，当然你先要去买那个硬件，所以你必须先有这个资本去买这个有可能是几百块钱的一个硬件，那你未来得到的 token 就可以帮你是还你原来的一个投资，那你如果可以在线上成立这样的一个 land borrow 的一个行为，那有没有可能你可以从一个 land borrow 借到钱，或者得到一个 financing 来帮你去买那个Deepin 的硬件。了解。我们也会把刚才 Lily 提到的项目放在连结，让大家去学习。那最后我想问一下 Lily， 就如果你可以买一个代币十年，就是都不就是看十年的话，但你不能选 Solana， 你会选谁呢？当然是比特币makes sense, 当然是比特币。All right， 那不是 financial advice， 也不是金融建议。非常感谢今天 Lily 在 Breakpoint。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好，拜拜。